全程看完不笑，我倒立蹦迪。悟空，千万不能动手。阿弥陀佛。师父，只要你一声令下，我就冲出去，闹个天翻地覆。大师兄，师父肯定不会同意的。悟空，还等什么？快啊！大师兄他懂个屁！你看他使那件兵器，你还不懂吗？什么意思？耍光棍吗？刚刚都说什么呀？大师兄不光棍耍得好，美猴王的称号简直是天衣没有缝。大师兄今天很开心吗？出去的时候连裤子都不穿，潇洒。我去纳凉，被偷了。要是我抓住那个毛贼，我也把他裤子脱下来，让他露着。悟空，你的裤子在我这儿。你刚才说要脱谁的裤子？师父，快点死了！为师该怎么个死法？还挺能撞的，死了个真厉害！看我的，师父啊！来吧，等等，换个厉害点的。为什么要换剑啊？长得难看，罪加一等。有没有品位？我这是粉嫩，好不好？放箭！我抗议！完了。